小龙女范文芳晒照穿透视裙比基尼抢镜，与老公亲吻满面油光。近日，小龙女范文芳在某社交平台上晒出了一组度假照片，并配文称我们的假期。当天他们一家三口在美丽的海边吃着饭，画面十分温馨。除了自己一个人拍美美的照片之外，范文芳也和老公拍起了秀恩爱的照片。他们夫妻二人贴脸合照，嘟起嘴巴做亲吻状，显得格外甜蜜。说起范文芳和李明顺这对夫妻，大家可能第一下能想到的就是《神雕侠侣》中的姑姑和过儿。但其实这二人的缘分很深，合作过的作品也不止这一部。在1996年至2019年这20多年间，李明顺和范文芳合作了十几部影视作品，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从荧幕情侣走向现实夫妻，范文芳与李明顺的感情一如电视剧中的那样甜蜜且稳定，拥有着幸福的大结局。